边亮，边亮起床，边亮你起了吗？小芳，小芳起床了，又熬夜了。我一天非拉着我跟他一起打游戏，真是亲爷爷，带着孙子一起玩网游。我是他孙子，我能不听他的吗？我告诉你爸。哎，我爸肯定怕他爸的，就当我是替我爸孝敬他爸了。边亮，边亮，哎，边小芳，你那怪话我可都听到了啊。嗯，嗯，好喝。哎呀，我说心动，嗯，太喜欢咱们这个新房子的早晨了，尤其是阳光，你看，整个看这条街，哎呀，真庆幸，我跟你说。所以说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，我真庆幸当时是一咬牙一跺脚就拍下来了，还是值的。大房子当然好了，但是这和我们的实力匹配吗？每个月房贷压力也太大了。嘿，你这不相信我呗？没有这压力，怎么会有我澎湃的动力？别的你甭管，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。那当然喜欢。那不就得了？哦，对了，小芳，然后出国那个中介啊，嗯，你还真得盯紧点儿。嗯，就那个经纪人，我怎么觉着老满嘴跑火车的？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呀。明年的这时候，你已经跟小芳在大洋彼岸，这完成你们的留学之旅了，嗯，是不是？小芳，快出来啊，吃早饭了。你今天晚上早点回来啊。行，早点回来，我晚点回来。嗯，什么意思呢？我这不是怕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吗？你别给我来这套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别想着晚上再去找你爷爷打什么电子游戏。没有啊。嗯，这么早谁啊？您好，请问您是边先生吗？我是。这是一位姓傅的小姐给您订的。嗯，我就是傅小姐啊。您好，您好，您的话，谢谢啊。这是。今天你生日，你都忘了？哦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你说我这也。我什么事儿都能忘了。哎，今天我生日的时候，同时当上了公司的副总，你说这叫不叫双喜临门？嗯，你老公是不是未来可期？爸，你是不是要迟到了呀？哎呦，还真是有点紧了啊！今天可太重要了。哎，对了啊，哎，我去了好几趟家政公司了。你爸爸那个保姆也太难找了。是啊，我爸那儿可不好伺候，他这一定得找一个脾气好的啊，面相好的，看起来能随和一点的。哎，太难伺候。嗯，那行，那这么着，我走了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等会儿，生日快乐。这有钱就这么豪横呢？哎，喂，物业，喂，我这23号楼的这个楼下，然后这谁停了一辆车在我车前呢，出不来啊？哎呀，你慢点啊，这车可贵。往右，往右，哎，慢慢慢慢，好，往前一点点，往左一点，往左一点。哎哎，停停停停停。最近是不是喜欢喝茶呀？梁总，啊，边亮人呢？我打电话了，一直没打通。什么情况？哎，今天他大喜，他不来，这喜事怎么宣布？左左左左，哎哎，停停停停停，没位置了。
你这也慢点。哎，嘿，嘿，你看看，集团领导在哪？好，刘总，我也看一下啊。夏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请进去，这边请。夏总好。廖总，人到了。诺，廖总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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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廖总，是这样，集团基金会的经理人东晓女士，将代表赵总，对赫拉集团各部门进行全方位的评估。不好意思，早到了五分钟。全方位评估，不是宣布任命吗？改评估了，我没听赵董事长说过。请坐。谢谢。我们销售公司各部门的人员调整，早就交到你们董事会了，怎么还没开始评估啊？是，您的人事调整已经报到董事会了，但是您没有给董事会讨论的时间啊。赵董事长投资了这么多在赫拉集团，总是要对集团的基层建构有一定的了解，才好决定将来的发展方向嘛。发展方向肯定是确定了的。我们赫拉汽车销售公司自创建到现在，快二十年了啊，快二十年了啊！作为全国最早的汽车制造和销售企业，那没有明确的方向，怎么可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呢？对对对。可是现在赫拉集团有了新的老板呀，各位的工作就是配合我的评估。我跟各位一样，评估是我的工作。廖总，您的这个管理层的人事方案，赵董事长没有异议，我们对您的领导能力没有任何的质疑。谢谢。嗯。人都到齐了吗？人。还有边经理。他，我让他去安排会后的局了，别人去我也不放心呢，啊，毕竟让集团的领导吃好喝好，评估好，这也是对我们全面评估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，啊。廖总真的是太周到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边经理去做，不愧是廖总的最得意的弟子。蚂蚁已经扫了啊！边经理早。边经理早。哎哎，今天领导来了吗？早就到了。哦。边总。哎。到齐了。边经理早。哎。边总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快点，已经开始了。别提了，帮我放下啊。好。边经理。哎，人呢？会开完了。哦，廖总说让你直接去办公室。啊。嗨。工作上的事都麻烦你啊。嗯，我明白。我们销售公司一定会大力配合的，配合东总完成这次评估工。
你本人真名就姓东吗？嗯，冬天的冬。奇怪，你百家姓里有东吗？东有有有有东有，东晓有意思。哎呀，董事长，那你就放心啊。好好，就这样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生日快乐，卞经理。快了！你们俩认识？我们以前是好朋友，老同学。啊，对对对，也同学过的。对，是巧了，哎，真巧啊！巧，这太巧了。那这样我先回避，你们俩先去。不啊，不用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老总啊，也是我上司啊，当然也我老师，是汽车行业协会那个，这他都知道。东总是代表集团董事长，负责本次对赫拉公司收购的评估工作。啊，评估啊？怎么了？不欢迎吗？啊，没，怎么不欢迎呢？评估什么？就是给咱们都上上秤，要几斤几两那种。好久不见。哦，哎呦，好久不见。祝贺我们的领导荣升边副总经理。行了，活干完了吗？这丢不丢人呢？这干嘛去？不是怎么了，领导？不是这上午来是今天不是说那你就那个没影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就没影了？那我准备了这么多节目，我还没有表现出来呢。那你进去给他表现去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肯定是有事儿。不是。不是，我上面派人来了吗？没有。那我怎么知道呢？那还排了那么久，这还没发挥出来呢。不是，这前面这头说这事儿都在气头上了。行了，别瞎嘀咕了。咱们的销售五省三十六个市，所有的业绩蹭蹭蹭都往上涨，只要销售业绩在，咱们就不怕啊。以后慢慢庆祝，有的是时间的。你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，咱们今天团建去哪？哎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而且可以带家属的。哦，别走威武！行，等，最关键的是结尾啊，咱们这个收尾要给收利索了，这是关键，好吧？明白，明白，加油！今天没宣布啊？不知道是福是祸呢。你说这个人事报告董事会都已经通过了呀，而且咱今年这个销售业绩做得这么漂亮，那这上面是因为什么呢？上面的事儿咱好揣摩吗？你不揣摩你怎么进步啊？进步不也是我进步吗？您是着什么急呢？啊，嗨，哦，等着我给你让位子呢。没有，边总你别逗我，我真的是替你着想，真的，你想你来咱们营销部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得往上进步啊？董事会也有董事会的考量，
按理说呢，这时候进行评估，从专业角度上来说，他也正常。可是谁知道这时候插进来这么一杠子？插进来谁一杠子？哎，你甭问了。要我说，哎，白总，就冲您跟廖总这个师徒关系啊，西天取经，这也该能回来了吧？我觉得，趁着老总离职，您肯定能走马上任，然后您就一人得道。我们嚯！你这头上什么味儿？这是？啊，这头上还有味儿。哎，我就是那个老醋配老姜，我这生发这脱发有点厉害。老醋老姜啊，你没加点老抽啊？啊？哎嗨，我这还跟你瞎贫呢。哎，对了。你去弄点咖啡，啊，南山咖啡，南什么秘方？你甭管了，你赶紧弄去。哎，南山咖啡，快啊！哎，这玩意儿弄脑袋上去啥味儿啊？哎呀！这是入住进来啊！哎，估计公司的咖啡你也喝不惯，老牌子。还记得我喜欢喝什么咖啡？不愧是咱班的生活委员。这气色是真不错，不过比那时候成熟，更加雍容华贵了。可不是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想想，我这孩子都中考了。哎，你是男孩女孩？我单身。哦，单身啊？奇怪吗？正常，现在这结婚生子已经不是这个职业女性的刚需了吗？职业女性就活该单身啊？不是，我是觉得为你发展这么好感到高兴。我刚才在想，我这次评估从谁开始比较好？哎，不然这样吧，就从第一个踏入我办公室的人开始吧。好，那我就代表销售部门全力配合你的评估。你是不是以为这次总部派人来是来宣布你最新的任命的？啊，之前是有一些这个风声，不过，不是现在不更好？你人来了，惊喜。惊喜？不会是惊吓吧？这怎么能是惊吓呢？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还真想知道这些年你在国外怎么样。回头把玉光叫上，咱们好好聚聚。你还真以为我是来跟你们叙旧的？咱们俩过去那些事儿，你都忘了吗？哎，我这记性，你别说这些年了。还真是，以前，哎，以前那事儿想它干嘛？过去了呗。再说，你说翻茅坑能翻出点什么好事来？翻出什么算什么呗，叙旧总得找点素材吧。咱们还是先公后私，不叙旧了。行。你把你最近五年的销售记录给我发过来，这上面有我的邮箱，东想，请多关照。东想回来了，变没变样啊？是不是又漂亮了？比原来更有味儿了吧？哎，你小子是不是又心里边小鹿乱撞了？我小鹿乱撞个屁，我都快撞出嗓子眼儿了。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好事儿，哎呀，结果呀，咱简单了，咱太幼稚了。哎，你帮我个忙呗。我肯定得帮你啊，但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二十几年前，你除了跟人分手之外，还干了什么别的缺德事儿啊？要不然人家也不会二十几年了，还来找你讨说法啊。你别太往心里去啊，我琢磨人东小啊，就是逗你玩呢。最好他别当真。
你看是不是咱们踏踏实实的给人接个风，是吧？一来呢，你也帮我垫垫话，咱好好摸摸底。你得知道他真实目的，以后他要出什么大招，咱可见招拆招啊。行，那我传个局，就今天晚上啊。今儿晚上我怎么看你比我还着急呀你？我不是怕你这边的事儿夜长梦多，为你好啊。哎，我没他联系方式啊。啊，我有。OK。喂，哎，我这还没说呢。喂，那个今天晚上过生日，欣桐跟孩子家等好了，今儿不行。哎，算了吧，就今儿吧。我想这事儿要处理不好，以后得麻烦。欣桐啊，哎，你不用给我找保姆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您存了这么多脏衣服不洗，家里都乱成这样了，是得找个人好好照顾您。嗨，你别忘了啊，我侦察兵出身，哎，自己一个人在外边执行任务都习惯了。您可是军人出身啊，嗯，您答应过边亮要找个保姆的，言出必行。我早就说过我自己能照顾自己，你们让我言出必行了吗？对不对？嘿，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您答应过我跟边亮多少次了？嗯，不拉着小芳玩游戏，好，您还把号给他，还让他帮您练级，他马上到中考了。这是他说的呀？不是吗？嘿，这个猪队友，明明是他。啊？哦，那个没事，哎呦，欣桐，嗯，是这样啊，我呀，挺感谢你跟边亮就惦记着我，关心我的啊，找保姆这个事儿我保留意见啊，你说我这一人挺好的，你给我找一保姆来，是吧？安排我每天，你该吃饭了，该吃药了，该喝水了，该撒尿了，您该活动活动了，该这个那个了，我这挺好的，你说。你要这样的话，你别让他来了啊！哎呀，不会的，肯定按照您的要求找，别玩游戏了。啊，还有水果吧？对，嘿，哎，好，哎，这个蛋糕买的好啊，这我又得省着订两次外卖了。爸，哎，边亮今天生日，这是给他过生日的，晚上一块儿上我们那儿吃饭去吧。不，这不是给我买的呀？嗨。你是年轻轻的，怎么老过生日啊？他也不怕折寿。行，拿走吧，你给那老寿星享受。这个您留下，我再给他再买。不用，你给他吃吧。好家伙了，给您留着。搞定，今晚地址随后发你啊。哎，老婆，那个集团呀，派人来我们公司评估，然后我们公司就选中了我们部门啊。我这不得给老师面子嘛，咱得积极点。然后我今天晚上可能晚点回去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你跟孩子先吃，啊，蛋糕给我留一块啊，爱你。好，那尽量早点。生日快乐，等你啊。
边亮，余光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晚上要一起吃饭，我的电话是不是你给他的？你干嘛不自己打给我？哈哈哈，那个，啊，我就跟余光说了一下，嗨，还说哪天说约一下呢，没想到这小子就已经跟你约了啊，这给他急的，哈哈。我答应了。哦。这小子他都没跟我说，回头找他算账。那你是去还是不去啊？啊，今天是跟家里边约好了，但是既然余光说了，那咱们就先聚吧。这个早聚早算。好啊，那咱们俩一起从公司出发，我坐你的车。哎呀，真不成，我这正好出来了啊，我没在公司。啊，这样吧，我问余光要地址，咱们就吃饭的地儿见。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现在在那个，南边的开发区啊，然后那个，就有一个叫二龙路，你可能不太知道那个地方，啊，然后我，开发区，它，这。对，哎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看你半天了。啊，对，就那个客户嘛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怕接不住你，不好意思啊。那要不然去吃饭去吧，啊，呀，东西都带了，坐，哎呀呀，对，坐。哎呀，是不是不敢想？人家叫光阴荏苒，荏苒，岁月如梭，哎，真是啊，哎。哥俩慢慢吃啊，今儿客人多，我就不陪你们了啊。啊，华哥，哎呦喂，认出来了，稀客呀，啊！以前我来，每次您都送我一条秋刀鱼。冬晓，大美女，我怎么能忘了呢？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。这个边亮常到这儿，啊，没事就跟我唠，你们俩以前那个，你们这么多客人，啊，忙着啊，华哥，忙着，哎，好，你谢谢啊，坐，哎，小，你这脸，咱真没动静啊，哎呀，这20几年过去了，哎，我要在大马路上现在再碰见你，我以为你是你女儿呢，还是那么贫，你也不错呀。还不算太油腻。天哪，这嘴都快淌出油来了！这别，人家这多么中肯的评价呀！啊，这一看就是走心了，而且说到我心坎上了。来，走个肾吧，还是啊？你们俩还是那德行。我属于这个明骚啊，但是他属于这暗骚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这明骚好躲，暗骚难防啊。你说当年。你
拉着我一块儿去跟东晓面前去表白去，结果呢临阵脱逃啊，他跑了，弄得我在全班同学面前现一大眼，到了我只换来我的女神啊东晓的一个嘲笑。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，这不是什么光荣事儿，你还真是转圈不怕丢人呢，你是我寒碜呢，我这不是牺牲我自己为了唤起你们俩之间这美好的回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们俩之间有什么那个互相伤害的事儿啊，咱就把它都忘了啊，冰释前嫌，咱都释怀了好不好啊？什么冰释前嫌，那时候还是纯粹，现在就没那么纯粹了吧。这顿饭是不是为了你那副总的位子？哎，龙强，这事儿我真得为边亮说两句，他一听说你回来立马就给我打电话啊，让我组织咱们一块儿叙叙旧啊，在一块儿再喝两杯，可高兴了他。哎，不是，是这样，咱这过了这么多年啊，我就说情分是在这儿，毕竟那是中学到现在了，这真是像我们现在混到这时候了，你说无论是为家庭也好啊，为自己也好啊，反正这个事业到了一个坎儿上，哎，你来了，你要说有没有私心，这私心可能也就这一点，我就想问问你到底怎么想啊。当然我有可能格局小了点啊，你要是这么问，那我就告诉你实话，我这次回来就是冲着你来的。别这么客气，哎，我就喜欢东晓这样啊，直来直去的，一点都没变啊。你这不老实啊。当年咱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过要娶我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看你兑现承诺。别，小二，哎呦喂，这事儿可就大了啊！你看，你可能是这个在国外，你待的时间太长了，你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啊。首先呢，他是一个有妇之夫啊，还有就是，现在这离婚呀，特别的麻烦。我已经等了二十几年了，这几个月我可以等。还有。你老婆应该是在我之后认识的吧，所以我这也不算第三者插足。何必呢？我东晓等了你二十几年，飞了大半个地球回来，就是为了让你娶我。我以为你睡着了，那个窗户有风，我怕刮着你喝的酒了。我就是想吹这个风，我喜欢这个城市的风，海边的风吹在脸上是软的。那店里的婚纱真美。你今天说的那些是真的吗？你觉得呢？我为了你等了二十几年了。
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？哦，嗨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，哎你还真别说，这还真让我沾沾自喜了起来，这，哎这一下给我打回了现实界。你这没变，哼，还是那个疯样。我身上有香水味儿，回去不好交代。不是，那有什么不好交代的？还，哦，哈，还这挺香的哈。啊啊啊！嗨，散什么味儿呢？这都没事。散散吧，别忍着了。我就喜欢看你那怂样。这个就这么风吹吹，它就没味儿了。哎哎，你这很危险啊！你这违反交通规则的，你拿过来，快！哎。啊 I got you. 哎，到了。那你慢点啊。你不送我上去啊？今天很开心了，你是要回来？真的，今天是特别开心。主要太晚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这多好。不是，嗨，瞧把你给吓的！不是，是，那这样，明天我那个正好我顺路过来接你，咱们一块儿去公司，好不好？你说的。啊，那这，明天见。啊，明天见。我也下了啊！哎，多少钱？30。哎，好嘞，谢谢您。西装别乱扔，我明天给你拿去干洗。哦，没事，先扔点吧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啊？
哎呦呵，这都没注意，这真是。小芳呢？睡觉了。我们还等你吃蛋糕呢。没吃啊？没吃啊。那要不然等明天早上当早餐吧。好，那我去放冰箱啊。行。那我上楼洗澡啊。有一天老去，生活点滴全